大拇指晚上好。还没。洛克晚上好。我今天心情不好。我跟你们等一下跟你们分享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真的是心情很不好，我今天发生一个超级荒谬的事情，你们绝对想不到是什么事情。我今天进了派出所，我今天进了警察局，不是做什么坏事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是因为呢，我今天很好笑，金米周晚上好。我今天跟我的姐姐开心的放学，要坐车回家。然后呢，悲剧发生，我们把奶茶打翻在地上，结果那司机就爆气。你跟我说不用担心，然后那司机就很生气，然后我跟我姐姐超慌张的，然后呢，他就把我们要抓着我们下车这样子，我就有点吓到，我就很凶，我就说你要干嘛？然后我们就有点吵架，就呢，他叫着警察来，我整个人好慌张哦 ，Hello， 我整个人超慌张的，对啊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就因为。把奶茶打翻竟然进了警察局超荒谬的，我真的是，我现在其实心情有点不是很好，就是你知道吗，还蛮那个，有点吓到，有点想哭，但是对没什么事情，就觉得计程车司机，对，因为我跟我姐姐要坐车回家，对对，其实一上车的时候没拿好，因为有一个往前吧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就砰，就不小心洒出一点点，我们要赶快要清嘛，就说不好意思，赶快要清，就让司机就情对他复杂的情绪，因为当下我其实也吓到了，所以他就要把我们拉下车。但我没有眉毛哎、欸！分享欺负你太软弱，今天很衰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哪有我就有点，因为他就是凶我的姐姐，我其实有点不开心。然后我也就蛮凶的，我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帮你清干净啊。”他说：“你要怎么处理？要怎么处理啊？啊，那我等一下怎么做生意啊？”然后呢，就很尴尬。就其实我也有错啦，就是我那个太着急了，所以就发生了一点。争执吧，争吵吧。警察怎么说？警察就叫我们和解啊。这事情可以讲吗？我觉得不太好意思，但我真的想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现在心情真的有点，就是很复杂。我不想你们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心情为什么有点，知道吗？有点低落。下次不要那么爱喝水、啊。反正就是对，真的很荒谬哎、欸。不过我们不需要，就是对，我今天进了警察局，啊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因为这种事情握手会也发生过，你说在打翻饮料吗？真的是大家拿饮料小心。反正就是我因为一杯奶茶进了警察局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身体跟你大家跟你们分享，就是因为司机很生气，他就要我们解决事情，可是那时候他要对我们动粗，也不是动粗啦，他就是我那时候他要拽着我们要下车，然后我就说我很
慌张，我其实有点现在脑袋还有点不很清楚，我才刚到家，然后对也没有发生什么，他就拉着我跟我的姐姐啊，然后就很不开心，我想说为什么要就是这样子动我们两个，他还把我的外套抢走哎，对啊，我就觉得有点就是吓到吧。我姐姐也吓到，她哭。我姐姐是受惊吓的小绵羊，我有点心疼她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就她就说她要叫警察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想说那要怎么解决嘛？我们清干净，还是说要付那个钱，就是付清洁费啦？结果她就找了警察来了。那个警察其实主要是在。对，是连锁车队，然后就很蛮荒唐的，我真的觉得今天很荒唐。然后警察一来，他就一直很急嘛，可能我们大家都急了，他就啦啦啦啦，对啊，可以。但我想说好麻烦，我想说算了，然后就去派出所写了一些那个什么和解书，但其实在那边我还不是很开心，因为我就说我希望可以为了动粗这件事情。你跟我们说一声抱歉，因为我姐姐跟我其实也就是吓到了，然后对，可是后来我也忘记好像有没有什么啊，他好像就是在讲他自己的吧，我也不想要听了，因为我觉得很烦躁，我就想说算了，今天开头有点低落，对不起。本来想跟你们开心聊生日会的事情，但我有点情绪被影响。然后加上因为这周我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就心情不太好。大家看到都说果果我真的变瘦了，但大家不用担心，我很快就会好起来了，就是我最近身体不大好。我跟你们分享，我前几天去测了那个，我前几天去了那个，去做了那个脑波的检查，还有去我、哦、还躺那个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日本整人节目都会有的那个晚安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还有你的大腿肉，你是不是有？对对对，什么核磁断层扫描吧，我其实也不太记得，我就去用了这个，然后还有躺在那个机器里面，然后还带了那个，我其实之前带过，就是24小时心电图，我就背了这个，背了一天，没什么事情啊，我只是检查我自己的身体而已，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诊断为少一根筋，侧脑波。疫苗副作用不好，可能最近可能有点低血糖吧。我那天去上学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很不舒服，我就坐车去上学。我觉得我在计程车上面的时候很就是。头晕晕的，很不太舒服，所以就去做这个检查。检查是礼拜三我就会去看了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到时候来跟你们分享，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就是可能是我就是血糖有点低，所以头晕吧。但是医生想说做一些检查，比较就是确保安全啊，怎么讲啊，就是。还是检查就好，就是知道，就是还是检查一下比较保险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比较保险。不，刚不想刚刚难过，我好喜欢哦，我超喜欢的，我收到那个我好喜欢，谢谢。
脑部核磁共振，对，应该是。还有，反正我超开心的。我礼拜六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很开心，因为就是觉得可以跟你们一起过生日，很棒。希望你们有玩得开心，虽然我觉得时间也过太快了。对，面对没讲开心的事情，你不嫌怎么会嫌弃呢？对不对？那一天我也很开心，开心吗？我有看到志宏跟可乐王，我有看到德全，我有看到小生，我有看到饭团，我有看到李维，我有看到吉米粥，我看到大家，大家我都有看到。谢谢柏林抽到我，我的字从来没有写得这么工整过，真的假的？我喜欢，我超喜欢的，真的，谢谢。而且我看到很多我的扇子，我就很开心。扇子哪会？而且其实你们知道去年的花我还留着吗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们看，我还放在外面。蛋形，然后再用。哦，谢谢德全。Hello， 朱里恩，晚上好。有点迷，第二个游戏就蛮嗨。好难切割，只好剪印出来。很好，我只有做一块简单板子。我都好，你们来见我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。跟狗没关系，那个泛水偶像嘛，因为我的字也很不好看，我的字也不是很好看呢。噔噔噔噔噔，我希望我能。其实我的愿望，我还有一个愿望，是我希望我能一直当，这是你知道吗？当你们开心的存在。虽然对我希望，就是你们拥有我的印象的时候，都是很美好的时候的回忆，就是希望你们想到我的时候都是美好的回忆。三周年的签名版哪有啊？有吗？字不好看哎，因为我不会写草字，大家都说我的字很像小朋友的字。我还蛮喜欢这种工整的字的，说是吗？那我很开心。晚餐还没吃，我刚刚四五点的时候有吃一点东西，所以现在没有很饿。哎，你们叫店长来啦！我有看到那个，我昨天吧，我看到他帮我做的影片，因为我家父爷辈的签名都很工，所以我还蛮，哦，可是我很喜欢那种，就是你知道吗？签名很好看，可是我签名不好看，也不是不好看啦，就是我的签名就长那样啊。晚点吃过，等一下想要叫章鱼烧来吃。换不是换个位置，是我转个方向。哒哒哒哒。
晚上好，飞镖。有啊，不知道，等一下看看。想吃章鱼，我真想吃，没吃的。今天又是素颜的我，有啦，有今天有眉毛，有眉毛就足够了。外送有，我记得我之前看到有，好想吃哦。你蹲多低呀、啊？我忘记了耶。有吗？是不是你喊我好大只？我听到了。Hello Kate 晚上好，暖风晚上好。欸，你是比跟我拍照的时候比我身比我，但你是不是有变瘦了？对，我真的有变瘦了。我最近挺沮丧的，就是为什么我有变瘦？我最近变超瘦的，这样讲很讨厌，但是我不是。当天你喊太大只的脸，我记得公演的时候我也听到，是你吗？谢谢志宏的带你去流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今天真的沮丧哎，因为就是Hello 杨过安安，你说十月对呀、啊，羊宝宝哦，被蚊子咬好痒。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跟我拍拍立的时候应该不会蹲太久，不会不会，你喊你也听得到，那是谁喊我好大只啊？是谁给我从实招来？这一席我没买到，我都乖乖的啊，是哈，记得是，谁？啊，我大腿被蚊子咬，好痒哦，超痒的，我的天，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天，记得是很巨哦，对对对，谁是你吗？因为我没在现场，怎么可能是？今天在抓凶手吗？没错，请问是谁？给我从实招来哦。你好像有听到，是谁？到底是谁呢？如果是我喊果果会看不到，哎，对吼，好像也是吼。可是那时候我在拍照，我没有看到是谁在讲。可是听好像听声音好像是从侧排出来的吼。到底是谁？觉得开心，我讲到礼拜六就很开心。换聊其他的嘛，德全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德全？好像是哦。熊猫蛋糕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那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哇！哇，是谁？不要命了！抓起来丢进，疯狂转移。我想说，为什么？谁说是？我就说是你，我说的。那是一家切的吗？嗯。就可能是，哎，我才没有很巨，好不好？
怡珍比较巨吧，甩锅，是怡珍吧？是怡珍对吧？怡珍比我高啊，巨国不是我，你确定？你确定吗？嗯，你的夜晚不是想要，才没有。双人舞真的好看呢，谢谢。抓起来丢去基隆河。哎，德全，德全，你很棒。小心一点，你下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完蛋了。呵呵，小心哦。哦，发布也有一点点腰了。握手真的不是吗？真的是你啦，你不要假装了。这样子可以吗？这个锅谁要背呢？谁真的啦？不是我啦，我不相信你了啦。不是你吗？是你吧？那声音感觉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我真的是在，我在思考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果果跳接吻特别好看，真的吗？谢谢，开心。晚上好。啊！今天能量是30吧，大概。我现在是职业背锅侠嘛？真的不是你吗？真的不是你吗？我很怀疑哦，我抱持着怀疑的心理哦。很适合你，谢谢。邦伟，晚上好。我好开心哦，谢谢你们准备的花，谢谢你们准备的生日的那个画，谢谢你们，果果可爱极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来陪我过生日，谢谢你们来找我，老早就被种在乌梅隔壁了。那不然是谁喊的？是谁？我思考一下。我想睡觉。嗨，志宏跑去哪了？完蛋！我不能躺在床上直播啦，换了头贴，我看看。嘿嘿，那是我送给大健的表情，就不要执着在这个地方。是谁？你是不是知道是谁？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哦。狗狗晚上好。果然想睡觉，不行，我们不能靠着，我们这样，你们应该看不到后面吧？我这房间最近挺乱，非常之乱。那个大宇宙不是大宇宙，大熊猫麻婆什么魔术哦，我自己也不记得。
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可爱的狗狗。You can take a small bite, just bite the corner like this. 我以为你们看不到我。Just bite it, gentle.期待被抽到拍立的，可惜我是粉红。对啊，我都没有抽到你们，我都觉得很那个。那么啊，竟然没有你们，有来有吉米周，还有飞镖。结果都是第一排。今天很可以睡觉哎，今天很可以睡不哎。If I was you, I wanna be me too. 我希望我可以，我会继续加油。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看到我的时候都很开心。你懂吗？会整数不行啦，今天也太犯困了吧，今天怎么那么犯困呢、啊、还是因为我现在坐在床上的关系啊。哎，不应该坐在床上的哦。Hello, Vivian, 晚上好。血糖过低，没有血糖过低，有可能。今天不是早八，但我今天早上八点就起床了，有可能没有，不用担心，不是。那我吃个巧克力，离开会比较好吗？还好吗？很好啊，我很想睡觉。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发生了什么荒唐的事情，心情不是很，没说你，我老妈不关心我。温娜，不能在等你。你被小黄，大姐你来了，我忘记你。对，我被小黄欺负了，没有欺负啊，我们起了争执，因为他欺负我跟我姐姐。这个月圆直播，哦，嗨，有没有车号？忘了怎样欺负。首先我们错步步在外面，首先我们有错在先，我们打翻了那张，就是现在讲就觉得很好笑。哎，你今天走这个背景，因为我想坐在床上，我好累哦。我今天因为一杯奶茶进了警察局。这样讲起来很酷哎、欸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会进警察局？哦，因为我打翻奶茶。哇！哦，大姐，我看到你开心哎、欸！我生日会的时候看到你。果果记得，有来有车号啊，只是我现在忘记了，因为我都是用手机叫车，所以一定都会有记，被司机骂。不是，是被司机拽下车，然后我就跟我姐姐很慌张，我说姐姐快走，我说没关系，我说没关系，那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先离开，因为我很慌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把我抓回去，你回来啊。
糖哎、欸，你的手还好，没事的啦，没什么怎样，我就你们看不到，没怎样啊，就对，就也没什么的、啊。生日会呢？哦，了解，这样动手的确不行，就很荒唐啊。我想哭哎、欸。不是，而且我想到我就很想哭，想到生日会那一天就很感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喝吗？火大，大家冷静，没事，我们已经没事了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已经没事了，我们讲好了都没事，就耶、yeah, 平平安安回家直播这样。大家冷静。喂 ，Hello， 九大晚上好。是受到惊吓，才99。没事啦，已经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他把你的手弄受伤了，他没有把我手弄受伤，你不再激怒我的宝宝们了，你不要再激怒我的宝宝们了，我的手真的没有事情好吗？你们看，好像有一点红红的，但没有事情了，应该没有事情吧？我现在看不到，因为我的荧幕很那个，就这边，应该就没有了，没怎样了。你没有看到东西吗？是不是没有？你人没事就好。对啊，头好重重的在这边。谢谢 Kiki 做你的喵喵。有啊，我们有去了，有没有进去了警察局呢？粗壮，手还是很细。你的避震器应该要出动了吧？果果进去，完了完了，是不是大家进来了？你车有积血了？有啦，可是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已经对。要记得投诉，我有投诉，我有拒绝名单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后不要给他载了，黑名单。没什么事情啦，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，只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。为了一杯珍珠奶茶进了警察局。一个过来，不行啊，我听着觉得有事。可是因为后来，我也要凶人家。因为我就生气，说你干嘛这样？而且警察先生应该也觉得就是很，就是，七个巧克力想摸七个，哈喽，口头凶动手就，对啊，我也有说啊，我说。以后别，今天怎么戴帽子？因为我没有洗头，被我遇到音乐，有听到你们替我那个不开心，我就很开心，我就感动，难怪有味道，哪有什么味道？一个。我觉得都是感受得到司机的情绪不是很稳定了，但是因为我的情绪也不是很稳定，因为我当下很生气，我想说我就打翻一杯奶茶嘛，喵，你看你也帮我生气对不对？很过分哦，很过分对不对？很过分，你要怎么过分？然后，
可是进警察局他就说我们，因为警察先生有听那个声音，因为他没有录到后面，他有听到声音，他就说因为我们像是比较像是就是有点争执啦，所以那也是没办法。有道理耶，怎么好像发生大事？没事了啦，没事了。是这两天不可以乱讲话，呸呸呸，要呸呸呸三声，呸呸呸。不过想说，别为了一杯奶茶就是说伤和气，有点懂啊，为了一杯奶茶这样。不要，喂一杯奶茶。阿娘，哎呦，哎呦喂！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奇怪，你被人欺负了是不是？对，没有了。娘，你看，听看。为什么你把我推开？你看他把我推开。果果被某大车队司机。但我也是想说踢个脚，对啊，很舒服哈。那你舒服啊？就连署看你，没事的。就其实我当下也是踢个感受到你不开心，我也苦苦，这个。但是其实那个车队的我遇到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遇过这种，就是他们通常都很很好。他们通常都很都对我们都对都对乘客很好啦。变雕像了。就是都很爱聊天的司机都很好，今天遇到我真的是受到惊吓，因为就是很少遇到这种，对啊，就从来就是对，真的，少数例子，没错没错。Tiger 的那个好可爱呀，他的舌头呀。所以其实也只是对，就是很想跟你们分享，因为真的很荒唐。Hello， 这是阿翔吗？这是在杀马杀鸡吗？我去帮你讨工吧，想看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你看嘴巴开开的，他还是有点生气，就是因为他还很，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 Tiger， 好了，也没怎么样啊。只好吃壮变成金刚芭比，轻轻推一下他就重伤。对啊，他推我，他手骨折。
我有点生气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警察局的时候，他就是说，他就一直责怪我们啦。我就想说，我真当下我就想，我很生气看着他，我想说，什么意思？我。是长辈，我跟你们说一件好笑的事情，因为我很慌张，打电话给我爸爸说怎么办，我不知道，我就跟我爸爸讲话，我就跟我说爸爸，我们发生了这件事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当下很慌张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爸爸说你爸，我爸爸听了很生气，他就把电话拿给那个司机，他就要跟他们讲嘛。然后后来呢，那个司机先生，那个司机大哥去警局之后还说，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那个司机就想说，他还打电话给一个男生，不知道是谁，还威胁我，这样也很好笑。我真的觉得今天的故事很酷哎。我想，我就说，没有没有，我很紧张，我打给我爸爸而已啦。国爸有点生气，国爸就说你要，他就是在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。只是觉得挺好的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哎哥，我就很紧张，我想说，哎，不要这样乱怪人家，我打电话给我爸爸而已，我小爸宝哎，没碰过，但也气个半，因为我爸爸生气的时候也很凶巴巴，也是凶巴巴的。你好，少女，自己还没登场。很好笑哎，大笨象是大笨象，那你们那个生日会的时候有没有开心？我看到你们好开心，都载到孤儿，用力进来的时候你在笑。哎，店长，我要哭了！你们知道，我那天就查我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影片，我就好开心哦！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影片，然后就觉得不行，我今天真的是，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影片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影片的，谢谢，我超喜欢的，我看了好多次。你听不出来，我们不要太过于那个。天啊，这件事情真的是，虽然才不会，我好喜欢。嗯，你可以看，你赶快跟大家分享。我真的不气不气，那给你们看可爱，可以给你们看吧，反那个店长不会那个，我们也不能干嘛，没事的啦，现在没事。不是这个，可以跟你们分享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拜托放出去。我跟你说，这影片真的。我们粉丝。什么？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可以分享吧？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那你发给大家看好了，但我也想看。虽然我很丑，但我好喜欢哦。
I do the same thing.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. I told you I changed,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. Know that I can'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. I need you to stay, need you to stay.我不会什么意思，你想要请说一下，你们看得到字幕吗？使ったらモモってなるかな？不是，而且影片的弱点跟对呀、啊，其实就是我很开心，就是你们的心意我都有看到，就是你们的心意我都有收到啦，就是我把你们。就是支持着我的那份心啊，还有，就是我也讲不清楚，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吧？你们喜欢着我，支持着我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。然后我还没有收到我的生日礼物，因为我那天走了，我忘记拿，所以我会再去公司看的。然后还有你们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，或者是你们帮我准备的应援扇啊，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我都很感动，我只是每次想到就因为我也没说那你有来我的生日会呀、啊、你们看我这样，我的下巴是一个光，因为我的帽檐挡不住我的下巴，不然怎么知道要找几个人去拍？你们是送我什么两箱猫砂？船长晚安。我的礼物应该不大包，我赶快去公司看。没有，不是大不大包，是那么实用的吗？找到小箱子塞进去哇。
等我。哎，我要传照片给我妈咪看，稍等我三秒钟。三秒钟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赶快传个照片，照片。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吧。哇！被你们看到在做什么事情啊？好吃哦。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。你知道我会摇，我每次跟我妈咪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她有时候会坐在那个沙发，她有时候会坐在地板上面。绝对不是我虐妈咪哦，是因为妈咪说她要坐在地上陪布诺，我先把妈咪头发这样。我的怪癖听歌你干嘛？哎，我跟你们分享，我的爸比买了这个书给我，这是两本书，他的朋友的吗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呢是每天你口腔起咬不口，就是你每天早上跟晚上要写的，但是我还没开始写。他说你每天早上要写，说想象今天的理想状态，简单形容，然后我可能会遇到什么阻碍，如果遇到阻碍我可以怎么做，然后自我肯定签名，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，为什么这件事对我重要，然后呢有任务完成的话就可以写。这是早上的，我觉得这本书很棒哎，但我还没开始，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学。不然短发握短还好我短发，不然握手会变吃手，吃法会被你咬，我的手一来就，原来是投影，什么又浪费钱，你大概写三十。郭杰很认真在写，但我还没开始写。然后这是晚上的大脑清仓，这边就可以写一些你的事情啊。好，这边就今天我要感恩的三件事情，因为什么什么，因为今天我学到了这一点，我想祝福他更好。什么是我想祝福他更好？就是哦，你今天想要祝福的一件事情，起床时我要感觉。人生真美好。Stay night 的，应该不是粉丝被囚禁。
我会开始写的吧，我可以每天用冥想就好，可以不一定要写。好像很酷的，对啊，很酷哈，骗谁？但我真的很讨厌写字哎。你别跑啊！你去哪里？哼，你以为你想去哪里？我家祖祖都在写日记，好吧。好吧，我会怎样怎样，通常是骗人。你不要造谣好不好？乱讲话，这是我的毛巾，它不是乱放，它是我的毛巾就长在那边，知道吗？我绝对没有乱放。我就醉了，床上太多酒精了，真是。You'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. Tiger, 你下巴也很长，你饭水主人哦，饭水。我今天努力九点半关，我今天想早点睡觉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开学之后我的自然醒是早上八点，你知道多痛苦吗？我以前是睡到那个。天荒地老的人，被果果骗到的都笨得不像人。还有想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很好笑。我最近在看 talk show， 很好笑。我还没洗澡。咦？那你快去洗澡，我等你。我今天十点，不是，我今天九点，十点前关。九点半后，十点前。有想不开啊！我今天要早点睡觉，你们知道我明天几点要出门吗？我明天八点要出门呢，我明天学校要考试，不想考试，我不想考试啊！嗯，我真的不想考试。我在你迟到，等一下那你念书了吗？我们是要考 PVQC， 我甚至不知道 PVQC 是什么。PVQC 好像是应用英文，不是商用英文，再考一下商用英文。晚上好，田中豆粒王，还敢开到十点啊？那我今天真的得早点关了。PVQC， 那你给我下播去念书。不是啊，我们没有课本啊，它是就是测试一个 test， 不知道要考啥。就是考 PVQC 啊 ，PVQC。八点就要出门的，哎，没事，今天考试、啊，我看一下。波波改断网了，什么意思 ？You'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。我的老师在哪里？我的老师有说几点考试，但我找不到我的老师。我说十点十分，可以坐计程车去上学吗？不行，我们要乖乖的。把狗狗的手机断了，国妈还没回家，哈哈。该要网路线。我还没洗澡哎、欸，我给你们看我，啊、你们看不到哈。哎、欸，这特效好棒哦！以后没洗头，我就套这个特效就好啦。嗨，李威，晚上好。李威 ，PVQC 是什么啊？把果果的手机断了。他说我才不要嘞、欸，这样我就不能打电动了。You'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。我还没有跟你说谢谢，我那时候生日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们帮我做的那个好开心哦，像是那个我的照片在乌梅剧场外面，我的脸在乌梅剧场外面。你要考？我说国姐，好，那今天可以也不要洗头吗？
很香很香。嗯，嗨，暖宝宝。十二月买单曲就不甜。我说国姐，我说国姐打电动，不是我。好了，好像得洗头了，头有点痒。哎，你多高了？我174啊。变超高哎、欸，是因为我那天鞋子比较高吧？你太久没看到我了，我没有长高哎、欸，我174。我在偷摸我的背背。嗯嗯。变漂亮、啊、谢谢。人设不好，大家都以为你要考试来打电动，我都没看到腿，为什么？你有看到吗？想变胖，想再增重一点。李维也变漂亮了，真的。你们看到那个漂亮的女生，就是李薇跟妮妮，我的宝宝们都是漂亮的。人家说大考大玩，小考小玩，不玩不考特玩，但是你不行，我生气了。你不生气啦？哦哟，那怎么办？好的 ，Hello， 你还是用功。原来我很漂亮，对呀、啊，你最漂亮了。大件是最漂亮的，大件是最漂亮的宝宝，你们应该没有人反对吧？我还是生气，不要拿你最漂亮，大家是不是快说大件是最漂亮的，真的漂亮对吧，很漂亮吧。你是第一次看到大件吗？生日会的时候不是吧？啊，今天要早点关哦，那我33分关，那你先不要去洗澡，今天真得关。天啊，明天不喜欢。大件的车很漂亮，但他没看过我。那没关系，大件我下次跟你说他是谁。哎，你看店长在那边，你们如果互相不认识的话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告诉你们。那你怎么没来找我？怕我拆你的车？大件漂亮。我有看到店长，我有看到可乐王，大家都有看到，但是我很想叫你们的名字，但我有点害怕我自己会叫错名字，所以有些就是你知道吗？我怕我叫错，我来告诉你吗？结果那天看到那个德全，哎嗨，是大健吗？狗狗跟我说你是大健，看到大健，嗨德全。还好我有带名牌，我寄到啊，我寄到你啊。不是，可是就是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个谁啊，是阿米吗？阿米是你吗？是他，是阿米。我有看到阿米的时候，我有点那个，就是我有时候我认得脸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记不得名字，你们懂吗？原谅我，我会好好记得的。我一定会好好记得。我是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你会被大件臭骂。前提是你还记得我的模样。我就是我看过的脸，我通常都记得，但是名字呢，我可能要一再确认，我可能要确认800次我才会记得。让果果认我的脸的机会要少，没关系，我们握手会的时候见。我要说什么？我忘记。
不会啊，被认知成德全感觉比较，所以比较高级。握手后再去刷一下。我记到你啊，阿米，你穿着我的那个背心，对不对？只是我很不想，我不是很不想，我很害怕我叫错名字，你知道吗？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，我下次就要带名牌了。我也记得你。你们知道我高中三年我叫不出我全班的同学的名字吗？所以你们真的真的就是，你们真的就是请你们体谅一下果果的脑袋，但我很认真的记住了，你们是我最认真记住的。头发痒痒，连两年拿到小卡，要假冒德全，没洗头，对呀，头有点痒，假冒其他粉丝，不会，我会记得你们的。你们我都记得啦，真的。对呀，对呀，我真的没洗头。就是一天洗一天不洗嘛，但就是没洗啦今天。难怪那天跟你洗澡的时候闻到臭臭的味道，才没有。使用过肩烧挂肩过肩水大叔，嘴巴去找你玩就不带名牌了，行啊。他叫错一个就罚写十次，行啊，我接受挑战。不要啦，等一下啦，有点害怕。目前我还有看到草莓奖是吗？草莓奖对不对？我还要上庭，这就刚刚录音了。到时候自己果果应该会疯掉，不会，我不会疯掉。小吴的脸我需要再确认一次，我真的认得你们，我会好好记得你们每一个人。要几个才会疯？不用不用，我疯了，我已经疯了，不要不要。Oh, I'm not perfect, but I hope you say my word. It's the holy hand for your friend. And for you, girl, I swear I'll do the worst.我的那个过敏，我那天去带那个心脏的机器，然后呢，我带了一整天24小时嘛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就很痒，我就偷偷抓它，因为真的很痒，因为有点小过敏这样。然后因为我贴了三个在这边，然后睡觉的时候是超级痒的，我就是忍不住这样偷偷想要抓它一下。结果呢，我那天去完医院之后，那个护理师就要擦掉，因为他放那个的放那个的东西上面有一些凝，就是有一些胶，就是才可以侦测到你的心跳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就他就给我酒精，要我再把这边擦，我擦干净嘛，我就擦，我一擦过去，哇，超痛的，因为这个那个伤口在，我快痛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整个人都。
除了没洗都还没洗，我有洗澡，但你不要把贴片弄掉。我跟你在那洗澡，我有洗澡过吗？你不要把我讲到像肮脏人好不好？会不会就是会过敏？我最近很容易过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有些人对凝胶过敏哦，你还没洗？怎么我还没有啊？我刚刚回家还没有洗走啊。我们医院遇到很多，是因为一直闷着的关系吧？我觉得我没有大过敏，但就是会很痒。搞怪果果，24小时心电，没错没错。啊，贴那个在这边，大家看到都很紧张。你赶快收波洗澡，身体要顾好。知道，但我头还是很痒。果果很戴帽帽，对啊，我没有洗澡，我就没洗嘛。你们不要一直问我，讨厌。今天会洗吧，担心我今天会。我的头发都打结了，不是我这一天洗一天不洗，一天不洗真的，而且我昨天没出门，我想说今天回家洗澡的，对，不舒服要吃头痛药。好，你可以不要学原子球。鹈鹕味哦。但是越来越不知道学谁。生日会有，我生日会洗的超干净的好吗？我跟你说，走过去你们都闻到我香飘飘的，对不对？他又臭又脏的头不敢恭维。你问吉米做跟阿米啊，我那天肯定是香飘飘，我洗好澡才出门的。哎，下次开播前要洗澡，今天来不及洗。没有，我闻到香香的。你再说一次，大姐，我要生气了哟！你再说一次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已经没救了，只能尽力做这一瓶。我会乖乖的，好吗？我会乖乖洗头。你们，我闻到香香，没错，我真的香香的。谁来说我臭？没臭，我超香，超神奇。好啦，那竟然就送你一根头发吧，送你我的头发一根。哎呀，我真的生气哦！原来妈真的没救了，也会乖乖关播会一样。怕我的狗鼻子闻到果果味？没有，德全你应该有闻到吧？我有从你那边这样经过，我很香吧？啊！我想你问飞镖，他有跟我拍照哎，他在我旁边拍照，是不是香？香对不对？是我们头发在哪里？从我那边经过，我哪里没有从你那边经过？我就经过你那条，就经过你们了。我香香，我香香，我香香好吗？先走。真的连你都受不了？没有啊，我说哎，你今天要洗头？耶，我也没洗头，我们两个就 high five。因为 staff 一脚把我踹出去，你要从我椅子面前经过，我才是朝你那边飞扑啊，跌倒。这你还是不要想了。你现在方便回答吗？就说我很香就好了，我很香。你真的是一群讨厌鬼。你跌倒会跑开。不意外啦。
在过去，所以可能没感觉。没感觉，我超想你说没感觉，我想到你连戴的口罩你们都闻得到，好不好？如果是我的后花园，我毫不犹豫。真是不想跟你们讲话，哼！我下次倒一整罐香水在我身上，你就不相信你们闻不？我下次洗澡我洗十遍，这句话好恐怖，果果好笑，我们果果有爆炸，非常能让你握手前要泡香，我握手前泡，我泡，我他加那个到那个泡澡池里面那泡澡。还是因为真的没洗头，我真的没洗头，而且我头很痒，我很想赶快，我想等一下去洗头。既然你提到，我就再抓一下好了。我觉得我对你们小心。嗯。好香啊！好香，哇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顺便检查，家做晚安。我跟 Tiger 一样香喷喷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也香喷喷的？毛啊，都是毛啊。Oh, I'm not perfect, but I hope to see my friend. And for you, girl, I swear you'll do the worst. Ba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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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. Bam.有瞄镜头，我觉得让布布闻比较准，因为跑掉了。Tiger，你闻一下我的头。Tiger，你闻一下。你快点闻一下我的头。嗯，他说很香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很香，对不对？很香，很香，对不对？Tiger，啊，你听到了吗？Tiger，我闻一下。Nope, don't move. 等一下，你不要这样。好了好了。快打电话救 T 哥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他很热骨。你看他很开心的趴在我的手上。你们一起。嗯嗯嗯嗯嗯。撸猫真愉快，你看他很乖的给我撸。你为什么在偷偷生气？你看他的脚掌打开，你会看到，我是欲哭无泪。你看他的脚掌，嗯嗯。你也看你在做什么，你别跑啊！你就是在我这，你就别想跑了。啊！你咬我！啊啊啊啊！啊！你们看不到他的嘴巴，别逼我闻你的头就好，其他随便你闻一下。他不想理我，他要跑走了。你不要跑走啊！你陪我啊！强行入睡，我现在强制他入睡，我现在在强行关机，给你们看我的强行关机啊！不行，会看到后面很乱，算了，对不起。你
你们就看不到吧，没关系。哎呀，猫咪总是能呈现最真实。你看眼睛闭起来了，你才知道你后面不能露线。我后面真的不能露线，我今天不会再说很干净了，因为后面那边一堆衣服。他真的睡着了，他眼睛都闭起来，所以这里可以再说一次，一家好像我比较香，我真的很相信你怎么闻到一家的，你怎么样闻到他，你跟我说你闻得到他，你闻不到我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闻得到他闻不到我吗？都戴着口罩欸，你闻得到他闻不到我，这样说不过去吧。你跟我解释啊。对啊，哎，你们都说一家很香，但是呢我问你们我们香不香的时候，你说戴口罩闻不到，所以你们有没戴口罩的时候吗？我你们跟我说你们戴口罩，哎，你们这样都不上来耶，你这是不是啊，没有 sense， 没有那个耶， doesn't make sense 啊，这样全场我下次直接在我女儿面前甩我的秀发，快闻快闻，是心里觉得香不是？哇，这就严重了，那你就要好好解释为什么我不香了，竟然不是物理香，我心哇，我真的要生气了，我从来没有说我有闻到宜家的味道，为什么伪装去了？好吧，那你可以原谅。真的吗？下次握手会，哎，你们先闻一下，我头在那边，你们就闻得到了。我会想办法。我讲话的时候就啊，大家不好意思，我最近今天头发有点，今天头发很长，坐后排都没闻到，但是我都没有闻到，结果雪花一样。不会，我才不会有雪花飘的问题，你才有啦，你知道雪花飘，我才不会有雪花飘。可恶，今年不能参加，没参与感哦。第一个游戏很好玩的，凶，我才不凶嘞，但专心看着你倒是真。怎么会说我凶呢？果果跟凶都不上边呐、啊。坐后面也没参与感，走心。积雪是声，那刚刚是什么？刚刚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消波块。嗯。我刚刚以为这边有脏东西，就是我右上角的那个。果果不凶。还说不凶，有意外拍到狗狗的鬼脸，那个鬼脸是我都不看我镜头，我哪有不看你镜头？我没有，你去看你的照片，你就发现我这样。欢迎做成猫耍好人，不要，欢迎做成猫耍，哎呀。原来你有看呢，我没看吗？我没看吗？不过进去感受很少，那是木头沙还是矿？你就踢个嘛，踢个用的是豆腐沙。没有人可以说我很臭，因为我很香。你们刚刚说我很臭。我刚想流泪，我当然哭给你们看啊！要快点说好，
没错，连眼泪都是香的，都需要。我现在抠到脖子过来。快点录一段语音，说我很香。我想一下，果果好凶，果果不凶。你们不要再激，你今天不要再激怒我。我礼拜三我穿那个背心直播，你作弊。我今天是激不起的人类，那你握手会要穿什么？我穿香水在身上。你不要乱来，千万不要。我太香了，我不行穿。哇，香水外面的瓶子。但是你直播一直乱动还是算了。你们都谁直播会这样坐着一整个直播？我是做不到了。我才怪。Hello， 妮妮，晚上好。我们九点半了。嗯。罗晨，晚上好。嗯哼哼哼，怎么？不行啊，今天要认真广播。啊，不要！才说果果有多乖，对，我今天是乖小孩，我今天是乖乖的人。明天要考啊，对，明天要考试得关了、我明天要考试，所以我今天早点关。不要！I'm somebody。所以星期三带背心，小考不是小考哎、欸，是大考，不是大考，就是考一个测验。赶快收播啊！来念榜啊，舍不得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九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八名是博云，谢谢博云。第七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没有打嗝，好像打嗝但我打不出来。好吧，第七名是博晨，第六名是小吴，谢谢小吴。第五名是志新，谢谢志新。第四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三名是啾啾，谢谢啾啾。第二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一名是志宏，谢谢志宏。Hello， 艾瑞克，晚上好，你好吗？我最近不是我最近，我明天要考试，所以我今天要早关，因为我还要吃宵夜，我还要洗澡。这样子需要两个小时。今天是这样子，是需要两块关，我要去拆新机了，快去拆，快去拆。
谢谢大家，明天上班也加油哟，辛苦了。明天上班考试什么，大家都不管怎么样都加油。礼拜三再来找你们，礼拜三再来烦你们。洗宝宝要洗那么久，我洗宝宝大概洗40分钟吧，要洗头的，因为我洗两次头，然后护发，然后洗身体，20分钟吧，我先去整理身形，好，那你孩子给我40分钟，因为我如果没有碰到我的头发的话，我洗一个脸，加冲个身体，顶多是5分钟而已，我再多给你5分钟洗头，很合理耶，很合理呀、啊，对对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只要不碰我头的话，5分钟我就可以洗完澡了。我还多给你们5分钟洗澡哎、欸，那德全你洗澡洗多久？那、啊、你们跟我说你们洗澡洗多久？你怨不过他的。小吴，你说说看你洗澡洗多久啊？哈哈。我洗澡最低半小时，15到20分钟。好啦，我觉得15到20分钟，好，15到20分钟，好，那不然以后给你20分钟洗澡，20分钟。我要强制他关，等一下我还没有跟大家说拜拜啊！等一下，我只知道你该关播，好啦，记得读书，好的，我要晚安了，我要晚安，博成晚安，小吴晚安，希恩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德全晚安，店长晚安，阿翔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志豪晚安，可乐晚安，艾瑞克晚安，啾啾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小白兔晚安，旅馆晚安，阿明晚安。你们是不是看到我的衣服？旅馆晚安，快跟我说晚安。吉米真晚安，阿明晚安，志祥晚安 ，L 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不然考试会很毛躁，有头发嘛？大家晚安，爸爸，这是啊，欢迎再次晚安，我要先去下播，来去下播，竟然不大见晚安，我那我不跟你拜，洗头比较重要啊。